我晚上来到了排水口这赶海，你们看，哇，这什么鱼？快打在评论区，我就不说这什么鱼了哈，经常看我视频的绝对知道。哎呀来，这个鱼好呀，你看一看，你刚挂没多久，有三斤，比我两个手掌都大，看没，三斤至少的。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小心心，谢谢喽。这里有扇贝这么多，还有毛蛤蜊，我的天哪，真多呀。抓吧，让我抓一抓给你们看。咦，晚上这个小家伙都出来了，你看有这种大虾，我给翻个石头你们看一下啊，你看小虾还有小螃蟹都出来了。夜晚就是他们活动的时候。这里又有小毛蛤蜊，你看小毛蛤蜊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大海葵，哎呦呦呦，缩回去了，看没，哎呀来，海葵长石头上，这发现了一个大螃蟹，我给抓出来，就在这儿，跑了，跑了，刚才就在这儿呢。我天哪，有一条鱼，看没，在这儿。哎，是我眼神看错了吗？确实是一条鱼跟一个螃蟹。又在这儿，看没，一条鲈鱼，活的。哎，不是沙光鱼，来吧，这是，哎，这是个治鱼哈，这还不是活的，这是活的，但是个治鱼。刚才这儿还有个大螃蟹，我一会儿给抓抓。看这儿，这应该是象拔蚌呀，这是一窝，看没。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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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鱼，小的那种象拔蚌哈，有那种超级大的，呵呵，但是我没有抓到过。看没，看没，螃蟹出来了，但是不是这个哈，还有一个比这个大的，来吧，梭子蟹，这个小哈，还有一个比这个大的，这里是不是一个螃蟹？你们看，哎，哇，是条鱼。绝对还有一个大螃蟹，看看那边，这边还有一个螃蟹，我惊动它了，进去了，哎，抓到了，我抓了你太不容易了啊！还有一个，这里又发现一个，看看看，哇，这个不小，啊，跑不了，来吧，又一个螃蟹。哎，有了，鸡头，又一个螃蟹，这是养个的呀，这是，哎哎，不好意思，看晚上赶海这个小螺比较多，小辣螺，哎，你看这还有这种螺，看见没，嘿，好多呀这，哎，我就想找那个螃蟹，那个螃蟹得有半斤，我感觉让它给跑了，应该也是一个螃蟹，看见没，花盖，轻轻的轻轻的，哎呦呦，它要夹我，在这儿进去了，你加我吧。哎呦，跑了！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哎，跑了。这里又一个螃蟹，这一只螃大螃蟹，脖子有点晃，胳膊有点漂亮，又抓一个哈，抓上来你们看看，我估计他得夹我了。又一个，我的天哪！朋友刚才也抓了不少哈，我一会儿多抓点送给他们。好多呀，这个地方绝对还有，我把抓的这个活的单独给养起来了。大虾，你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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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哎，跑了，大虾跑了，慢点啊！让鱼也让螃蟹给夹死了，我给放了它哈。这是小治鱼，我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鱼，这个鱼不好吃啊。再说了，它有点小。我就不要了，看，在这儿我给放了，哎呦呦呦呦，好危险啊，晚上赶海。哎，走吧小鱼，我调皮的小朋友把这个抄网给放这儿了，正好让我给用用，看看能不能捞到大螃蟹，哈哈哈。这里应该又是一个螃蟹，哎，是一个，哇，哦，大梭子蟹，漂亮，来吧，上货，呜，哦，这个大，呜，哦，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我说那个梭，呜，哇，你夹得我好疼啊，这个
这个在水里看着小，看那个刚才也是梭子蟹，这个是刚才抓那个。你们不是都要看我收获吗？你看，好多我捡了，我都没给你们拍出来。到底是谁扔在这儿的小抄网啊？我今天用它又抓了好几个螃蟹，但是我没有录上啊。所以说，快来认领啊！我把螃蟹送给你吃。还有好多扇贝呀！哎呀，捡完这些扇贝回家了，那些螃蟹也够吃了。快跑！这什么情况啊？前边你看，哇，咋这么多螃蟹啊？哎，都不活了吧？这是这个不活了，这个呢？哎，这个也不活了。哎呦嘞，啥情况？这都是，这直接养个了，这直接。这个还是母螃蟹，你看都不活了。今天天热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螃蟹有那么傻吗？你们说？呵呵，哎，这也都不活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看这些海带，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给我们点点小心心，谢谢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不是海带，这是裙带菜。我说错了，跟这一些我就不要了。这个，呦，一个螃蟹，这还一个，那前边还一个，这个看样子比较好运。哎，你看大家了，见到螃蟹就这样，先给它埋起来，这样就好抓了。呦，来吧。嘿嘿，收，这还一个，这还吐泡泡呢。你看，这个是花盖，空的哈，水有点热。收，看，出现这么多虎苔，一到这个季节哈，就有那么个十几天、一个星期的，就来了。一八爪鱼，这时候被虎苔给缠挂了呀，有没有可能？你看，死死的缠在它身上。哎呀，管它呢。没臭，这个还活，我们才干啥呀？收了，嘿嘿，这里好多裙带菜呀！你看，哎呦，还有毛蛤蜊，我估计这底下有，哎呦，还真有嘞！裙带菜我就不要了啊，太多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如果我一捡裙带菜的话，直接就爆桶了。哎呦呦，开着小口，你看，哎呀，害羞了。哎呀，刚才有一个人过去了。就是他看裙带菜，他也没要，说他也不翻翻，这不就是赶海经验吗？有些人老是说海里没有东西，哎呀，你看，你得勤快点儿。看着眼，这一些裙带菜呀，你看，全都是，你看，还有虎苔，最近虎苔特别多。刚才说了，就一年哈，就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你看。这有垃圾捡走，爱护海洋环境哦。收，我说我有赶海经验吧？你看有一个螃蟹，哎呦嘞，这直接虎苔把它给盖住了。哎呦，活的，吐泡泡呢。这个地方水好烫啊，要不的话它早就夹我了。收吧，潮都涨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些花螺了，完了，我感觉要找不着了。直接让虎苔给盖住了，先捡能看见的吧。哎呀了，真是的，哎呦，真是的，这虎苔来的真是不是时候呀。我刚看见这些花螺，它就给我盖住了。你看这么多呢，这来了一个大浪，这还有。虎苔寻宝，虎苔中寻宝，呵呵，寻海鲜。哎，没了吗？哎，这又一个，你看，应该没了。哎，这还有，哦，这还好多呢。我这刚说没了，你看这么多。哎，这还有，哦，这还有，我看见了。哎呦，这虎苔了。全都来了，他故意的估计。哎呀，没了，是不是这下应该真没了？看这前面还有几个，哎呀，这得眼神好啊！看见没？你看，哎呀，收，就这几个应该。看看还有没？没了。我在这儿又发现大蛤蜊了，又来！哎呀，
一发现大蛤蜊我就高兴，不用我说为什么了吧，你们都懂。哎，还有沙子里也有，收，先把表面抓一抓，沙子有点硬，这地方全是石头，估计底下也够像有的。哎，扒一扒，扒一扒，哎，全石头，没了。有时候这虎台底下也有货，都是裙带菜，快扒一下。哎，瞧把这鱼，挂了，再扒一下。这里边有时候我刚才抓了个螃蟹，但是我没有拍着。哎呀，这又扒了条八爪鱼。